没事啊，有这身装备，一定很好打啊。打到啊！泡泡枪都要打哪里呀、啊？又想害我了吗？不要。哎，怎么喝水？我还再问一次，要怎么喝水啊？感觉前面就真的喝不到水啊！战斗中冒险加 HP 药水 ，B I 一般道具。就是会拆解啊，给铁匠拆，铁匠嘞，铁匠底下。不是。哎，不是，还是只能卖掉啊。糟了，我都没看技能是啥小。
OK， 没有在想办法改我标题，因为我标题一直这游戏没分类又很难弄到标题。学习技能，哎，我要怎么点呢、啊？起身攻击。还是有点跟没点都一样啊，我怎么记得点到一定等级会增强啊？像这个应该就不用点啊，竹蜻蜓嘛，聚焦放大镜。我真的忘记了哎、欸，这虫子要钱吧？比较技能。他都没点啊，同职业钻石排名第一，比较那、都没点啊，六哦，白痴哦。冷淡해보여서다행이구나그곳의날씨는차가우니몸조심几等转职啊？因为我真的以前也不是很专心在玩这个啊。내게볼일이있는건가마법의그눈은자연의것인가四十没那么高啦，低阶啦，低阶几等？二十还是十二？只是我要可以放很多小鸭子出来。哦，以前就是这里，我完全看不到任何草地，然后直到跑到网咖玩的时候，发现说，原来这边的有草地哟。才知道我家的电脑多烂。没看过草地的玩家，看加斯米达，确认委托任务，没有委托任务，好。为什么画面卡住了？欸欸，画面卡住了，我只能这样子走路欸。搞笑哦。哦，下次转职等级是15等，转职前只剩余4等，白痴哦，左上角都写了啦，傻眼。以前都会接一大堆任务，哦，这个游戏方便也是因为你点任务里面会看到那个副本有没有你要的任务。这个我
我觉得这边就开始要打鸟人了吧？对，我觉得这边开始就是可以组队任务了。入场，哎，你们几等了啊？如果要创工会的话，你们创哦，我不想创。我觉得创工会好累啊。或是我们去蹭别人的工会，然后我们就自己小团体这边玩。哎、欸、有啦，数字剑舞可以喝水啦，看到了。好，我喝了，白痴的被打了。啊，是不是没事？这就这一关开始让我查到什么？你查到什么东西？这一关让我知道地上的补品是很重要的了。不是啊，怎么打不太痛啦？该点技能啦。这关真的不好打、
啊，刚刚讲的应该是这一关啊，这一关打了十几分钟啦，困难模式。嘟噜嘟噜，你看狗狗从对面冲过来，哎呀！哦，对耶，有躺地板打的。要死翘翘啦，有没有补品啊？Fire in the hole！什么回复150块？我不是150块，150点。等死啦！不、哦，回太少了吧？我是要死啦、啊！走，我们回去点技能。还是你是说技能怎么点？你是回我这个吗？我竟然打不过，怎么可能？虽然是有可能啊，可是。太难打了，嗯，这是什么？来哦，红牛是什么啊？忘记了啊，装备对不对？技术设计。
这样会不会就过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白痴哦，我总是专家啦。任务一定要专家吗？不是啊，成就普通难度以上。知道为什么了啦？哈，哈，丢，去死吧！傻眼！直播是断了吗？还是你们也很认真在玩啊？应该也没人注意到我是用到专家吧，傻眼。我很认真在准备电脑考试，然后加油，挂台就好，听声音就好。对嘛，这伤害才是啊。